OK，激斗峡谷。把底下给你们弄成黑的，开个声。台湾大哥大，台服。哎，有没有人知道怎么隐藏游戏内 ID 呀？能隐藏不？不能是吧？那不能隐藏，那就拉倒吧。开始游戏。来把排位赛啊！隐藏不了啊！隐藏干嘛？我当你是大明星，我隐藏别人的，出现点什么乱七八糟的 ID，不能给他隐藏了吗？上来第一把，先来把猴。我走八龙路。I will be the best。还是征服者猴吧。我觉得电型猴不太好用。玩玩别的英雄那不行，别的英雄太菜了。什么是八龙路呀？上路，八龙路，什么是八龙路？啊，李星吗？李星。声大不大？游戏声，小点声吧。啊，小点声。小点声啊。You are on the mirrored side of the map. The lanes are swapped.长夜走八龙路，李星。Minions have spawned. 我们打个啥呀？我都没看见，打个洛克萨斯之手啊！你还真不好使，兄弟。哎，给我套点盐，套我点盐，等会儿回去吃狗屎啊！哎，屎没刷。啥件刷呀？一 A 平 A 补兵，走吃狗屎的啊！马上把他杀了。
他没有意义了，已经啊，我们可以上了。闪现 EAQ 接点烟。这操作行不行？他都连反应都没反过来，你知道吗？直接不给他反应的余地。组个一技能。插个眼儿来，我要插眼儿。不能回家啊！这波不能回，这波得小吃一波，算了，回了吧。往里插眼儿了，记住了啊！这里头有个眼儿。你干啥呢？哎呦，我技能敢放了这？等会儿啊，来。好，回家了。如果他敢过来，我们把他杀了啊 ！EA AQ 转起来 ，W 一开，平 A 再转 ，EA 没蓝了，问题不大。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流血啊，流血！啊！炮车别打我啊，炮车！拿下。三项多少钱呢？好像出错了，没出小锤儿，拉倒吧，无所谓了啊。把它裹着吃了，算了吧，我没有多少血了，拉倒。老落手的，嗯，拉我，哎，他拉的好快哟、哦，这个 E 技能。Ally slain, enemy slain, you got it. Ally slain. 我先插个眼儿，防止有人赶坑我们。E A Q W 走，平 A 平 A 平 A 致命点烟。这落手犯病了，意思他 A 接一个 Q。来推一波塔。那假猴咋不推塔呢？啊，假猴。目前段位不是很高啊，这个凑合看啊，把他屎吃了。哎呦我天哪，打不走，别急啊，他打不过我们。再见，回家了。啊，拖动屏幕。哎，哪来个剑圣呢？妈个蛋的！牙死！快点加速上线！没看见剑圣啊，我都没瞅着这人，剑圣居然来了！他吃了我一层塔皮吧？你大爷的 ！W A 接 Q 转起来，平 A。EAQ 再转致命点烟、这伤害计算是狗屎嘞。跟我拆塔。
哎，打塔，打塔！哎呀，打防御塔呀！我靠！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！那什么啊，给我守一下，守一下，守一下，守一下防御塔，守一下。给我守塔，哈子，守一下塔呀！抠兵，他自己不打，上上上上上上哈子上！我看你操作来，他叫肉弹冲击。哎呦我这是，这可能搁斗鱼看直播，这是肉弹冲击。我赶紧把他打拔了。看有没有蓝 buff 瞅一眼。哎，有蓝 buff， 先打个蛤蟆。剑圣已经把龙打了。我说实话啊，我感觉对面啊，好像那个，好像他打野比我们家打野厉害。你们可以看到啊，我打人的时候底下有个圈儿，看见没有？谁被我打了，谁就会有那个圈儿来加速跑，来把他杀了。一 A Q 转起来，致命点燃 W A 再转，一 A Q， 底下那个圈儿就是猴被动，叠的层越高，打人就是加额外伤害。但我觉得猴好像不是那么很强，不过玩起来还可以，挺顺手。回到家先来个德克萨斯木印，下当了，我们上路支援一波。小小卡莎 W-E-A-Q跑跑，你肯定是跑不过我。Q E A， 闪现平 A， 把上塔拔了。On my way. 塔子给我扛塔拆，嗯，吃口屎吧。你看这剑圣比我们家打野厉害。一 A Q 转起来 ，W 平 A 平 A 平 A 再转，抠死机器人儿。鞋子开起来，一过来平 A， 套点盐打不过你，给我杀的。哎呦，这亚索啊！哎，我下边得玩个亚索啊！我下边来个亚索看看，这亚索挺厉害。这五个打四个没打过，靠！真是菜呀！亚索大甲猴了啊，大甲猴了！我下边得来个亚索，我发现。还跳弹，小伙子！闪现了啊！别让他勾了，别让他勾了，机器人！上路怎么回事？上路要没呀、啊？这是！给我往上走来！加速！怎么跑这么慢啊？后点盐 ，A 接 Q， 一 A 转起来，机器人平 A，W 一过来 ，A 接个 Q， 接点再点拿下 W Q。先回家啊，把水银还做了。
下就把这洛克萨斯之手给杀了。直接闪 EAQ 平民巴龙巴龙，哎呀那啥呀，对面有视野，查两个眼儿来，打死了，可以接受，他剑圣啊兄弟们，完了剑圣起飞了呀，能不能有点用还、哎、啊能不能有点用，完了全死剑圣，现在是9-4啊，其实我觉得9-4的装备也不是那么很好，发现没，扛起大旗的重任交给我们了，嗯，扛起大旗的重任交给我们了对吧，3秒2秒1秒给我一他，WAQEA，这剑圣这么猛吗，剑圣你点他，漂亮，维恩还得是这维恩啊，还出点什么能给剑圣点压力呢，我想一想啊，咱还是得先出那什么，先出谢手，这完了，这俩都没了，先把这亚索杀了，不行我得盯着剑圣了，我再杀这落手不行了，走巴龙巴龙巴龙，看看巴龙有没有问题，好，没什么问题啊，打巴龙啊，打打打打打打打，老快了，快打快打，没有视野对面，快打，蛤子一定得把龙抢下来，蛤子快打龙，完了对面的龙，哎呀真鸡巴菜呀，哎呀我天，咋不打龙呢，那蛤子呀，还机器人拿的龙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躺叔兄弟们实在是不太行，带不动了，真是有点带不动了，太菜了，我原本以为啊都是别人得带我，我没想到啊居然我还得带一带他们，那拉克斯有什么用呢，拉克斯，哎呀他脑袋疼头疼，下一把吧，下把来个别的英雄。